好，我们来玩一下怀念的洛达队。这队大家不要把期望值放得太高哦，因为他的那个伤害真的不高。我们妲己这次真的在改强之后，一定要双妲己才会强。这种妲己搭单边搭谁都很烂啦，我只能这样讲。洗技能啊，我们不能洗技能，因为我怕等下被打死。这队伤害真的不要太高估他，真的不要太高估他。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打。你看哦，这个伤害是不是就没这么强？但是是比原本的洛达强啦。原本洛达，所以现在算是那个洛达 2.0。我刚才看到聊天室有人讲，真是 2.0 的一个配置。嗯，是不是差一 combo 啊？没有错，差一 combo。打打机械化，我觉得打打机械化是完全可以的。哇，又卡住了。但是就是，等下可以来玩玩看。OK， 最后一波了，希望我不要死掉，希望我可以过。这样。OK， 有了。但是会不会过呢？我想是有点难啦。哦，可以。吓死我了！天哪，差点会不够。妲己三妖刀哦，对耶，妲己还有全妖精的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妲己三妖刀，感觉是一个变态啊！我还可以呀，我来看一下那个玄哥有不有啊？有没有四张妲己全打？其实我看之前好像有分析影片写说，全部都是救急突破的妲己，那个伤害会很夸张，但是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可以组得出来啦。全部都是救急妲己，谁组得出来啊？再洗一回合，再洗一回合技能。好，来喽。哇，完全没光珠哎。间距。好，开错技能了，不应该开组合器的。不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然后五颗暗珠摆在这，可以这样子。水珠就不管它好了，还是把它连起来。好，连起来。钥匙不够，其实我自己有练四张妲己哎，我自己有练四张妲己。六亿，哎，这伤害怎么感觉好像很扯啊？但是如果双打应该打更痛，可是这个伤害已经算可以了哎。洛达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伤害了，二点零还是可以生存下来，但是就是没这么扯就是了。但是还是蛮浮夸。看阿红台果然吸到阿红的运气，哇，太好了，又把运气分给你们，赞。我们现在双子是不是最高了？是不是最高了吗？看一下，哦，还没，我们可能还要再叠一下。哎呦，完蛋了，要不要连起啦？一二三，死了！痛，真的痛，是心在痛。好，吃一颗，五倍，好，要满了。行，哎，我们吃了之后好像就可以打了。打起来，洛达队我觉得是变得可以玩了，但是没有像当时候出的这么必要啦。就是当时候洛达队是一个强力的代表，现在不能说强力，但是就是可以用，勉强可以用。感谢事实上失手的港币十块斗内，我氪五单都没有秦皇，五单太多了吧？秦皇真的难抽，因为我抽古币从来没有中过秦皇，所以真的不是你的问题，是那个抽卡机的问题吧？就算我今天很欧，也是抽不到秦皇啊。开完台我只有更新，只学到更新是吧？会三五可以吗？可以啊，
基本上妲己他有无限的煮法啊，你想怎么煮都可以。哦，完了，他看起来很凶。开个龙科吧，现在好像没办法打到他。控个场，好像第二回合之后才可以打到他哎、欸。所以我这边开龙科绿暗珠，稍微控个场。双打可以加露娜吗？可以加露娜，但是哦，他死了，呜、哦，这样就死了，伤害真的上升好多、哦。好，但你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如果是双打的话，刚才那边可能就破亿了，所以还是有差别的。一想到阿红就一次三黑金进来，有这么扯哦？太浮夸了吧！我刚才看你的抽卡记录，结果很多暗战都抽好卡，结果我是单抽中金龟，是不是？输好暗战是不是真的有用？我没有唬各位啊，真的是普遍都有用，但是还是有极端很衰的人是抽不到，但是普遍来讲都我看好多人运气都很好。哎，我妈妈来几个技能吗？好像挤不掉哎、欸，一个两个不对，挤不掉哎、欸，一个两个差哎不对，挤得掉挤得掉，一个两个。三个挤掉了，嗯，哦，我真厉害，好，所以好来叠个猪，好，这样，不对，这样好，可以，这样应该可以过吧？虽然这个叠猪好烂哦，叠的好烂，但是应该会过吧？啊！总算破亿了，爆发全开，总算破亿了。暗战真的有用，是不是？观众认证的。总算破亿了，感动。明年出一系列龙族来台北情归，很有可能啊！我觉得真的超有可能的。所以大家现在抽情归啊，就等于是在保值啊，因为他不会更惨了，所以他绝对是保值。青龟，他顶多就这样了。他的牛棚只会越来越好，不会往下沉沦。所以抽青龟绝对都是越来越保值的一个情况。要中玛雅就看阿红，不好说啊。查母猪 ，OK， 五坑。现在按还来得及吗？现在按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但是祝你抽到大奖。可好？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洛达伤害算可以，是可以通关的，这是可以，但是没有双洛来的那么让人家惊艳，就是普通的队伍这样。先聚一下这个，开起来。好，按主动叠的。这样，然后这样 ，OK。只能说叠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没有三。What？ 居然没有带走？看没有用到木珠吗？奇怪。好，还有一次机会了。哦，大家技能真的超短呢、欸，那个排珠八 CD 八排珠超变态，一直开一直爽。好险这边还有哦，这里的话叠个珠。应该可以过吧，这个双洛有比洛达双打有比双洛强吗？有吗？我觉得差不多，但是洛达最尴尬的就是他不能带他的专武福利加，我觉得那强度就差很多了。所以要我硬要讲的话，如果你有福利加，这个双打还是比较强的，
但没有福利加的话，我会更推荐洛达，因为妲己的技能太 OP 了，整个帮助很大。但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哎、欸，终于放血了，幸好阿红还没关台。Hello， 一抽入魂是什么？简单讲就是我抽到什么就会送你什么卡片，是一个官方的活动。所以明天你可以来看我直播，晚上九点钟。其实只要体验过一次就知道什么叫一抽入魂了。那不知道的话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，我们之前都有一抽入魂。讲错了吧？什么东西讲错了？哦，这个可以到王冠、欸，蛮稳的。求清规的新手配对，塞防龙，没有啦，塞那个，其实没有什么新手配备、欸，现在龙队也很贫瘠，就是没有新手的意思，还是就是我录一部是那个清规的主队啊，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清规加龙石，对，我们等一下来试。明天有抽四十抽吗？明天是抽四十抽，没有错啊，送给大家免费的四十抽。感觉阿红好欧洲，今天是特别欧洲，今天抽那个黑金抽卡金特欧洲。塞异界龙，这对为什么要塞异界龙？啊，你说新手主清规塞异界龙是不是？不要害新手啊！异界龙只有在解新珠盾的时候用得到。那只我蹲好久，我也要放一只。那只已经合作结束了，他可能恐怕会继续蹲。防龙塞满伤害不是问题，但是解满只有伤害而已。最速叠伤害传说，我是上班中的阿叶，我那时候就已经都毕业喽。Hello， 上班中的阿叶，辛苦了。好多妲己没有武装龙壳，不然搭上直队可以到12秒转速时间。对啊，其实新的妲己转速时间真的很长，很适合新手玩。期待史莱姆改枪。史莱姆改强可能会吧，但是不会，不应该是不会到一线的强度，顶多娱乐队这样。哦，你都抽到了、哦，阿叶好猛哦！红哥可以试试看妲己配藏马吗？我是觉得不强啊，之后可以来试。啊，我觉得直接转好了，给大家看看直接转的感觉。哎，刚刚最后是怎样？明明可以过的，明明可以转过去很漂亮。好，没有破亿，好烂哦，太扯了吧，没有破亿这样。不过这对回血是没有问题啊，清规值得氪金去抽吗？值得。值得，如果是四十抽的话，我觉得价值是可以的。单支百万输出，回到之前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妲己单边还是没有那么主流啊，伤害真的不高。二十抽三倍心魔师没有清规，哇，帮你 QQ。但背心模式这次为什么要放在黑金卡池，真的是匪夷所思。但其实这是好的啦，因为宁愿不要去抽一些白金废卡，而是抽到背心模式的心情会好一点。今天也是直播八小时嘛，今天我不知道现在直播多久了，但是我会想要把我自己想要试的试完，然后再关直播。清规强度 OK 吗？现在讲是完全 OK 啊，你可以看我的实战影片，那我实战影片里面都有完整分析，应该也没有说完整分析，就是讲我刚才实战的当下感想。去看一下我的清规的实战影片。巴哈姆特好用吗？巴哈姆特哦，有清规就可以用。
主要是解锁用的，而且它可以加血量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实用。你玩龙队一定要抽巴哈，不然你就少掉太多东西了。好，那就来拼一下极限爆发。我又开错技能了，应该要分开开的。好，算了。先把撸好，哇！如果分开开的话，那个伤害差很多哎、欸，尴尬。嗯，这样，好，这个伤害可能要再乘以 2.5 倍才是这队的极限爆发，因为刚刚那个奥丁没开到啊，尴尬。但伤害应该也是一伤吧，估计也是几十亿在跳吧。我刚下载神魔灭世熊熊，恭喜你加入神魔的大坑，30亿。所以事实上双落还是比较强，懒人包这样双落机的那个强度还是比较强，所以落打真的是没必要啊，真的是没必要，就是走一个怀念而已，你只能怀念伤害跟各方面都没有比较好，还不如双落。没看到技能哭啊，这个留言好有声音哦。红哥已经没有刚才抽卡那么嗨了，因为现在这边要嗨什么？伤害又不高，我要嗨吗？哎、欸，打出20亿了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人家双落啊，不，人家双妲己开一招三十亿，然后现在全开20-30亿，耶、yeah ，嗨不起来，直接软掉，落打大概只剩下回忆了。我只剩下眼泪了，我嗨不起来，内心在哭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洛达的实测，我们上个懒人包，双洛都比洛达强，要强度就去玩双达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